还有个有钱，别着急，别有钱就嘚瑟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两三年，有不管你怎么着有钱的人，就三件事你别干：置产那是愚蠢至极的啊，投资那是愚蠢愚蠢愚蠢至极的。第三啊，借给根本不相信人的钱，那是疯狂的愚蠢的啊。世界大难之前啊，既不要囤金啊，也不要借钱，更不要置办财产。这是基本的常识。